全油管最快新闻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十一月八日至十二日访美，与美财长耶伦举行多次会谈。双方致力于落实两国元首共识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回到健康稳定轨道。会谈坦诚、务实、深入，达成多项共识。双方同意加强沟通，管控分歧，避免误解导致摩擦升级。 并将成立中美经济金融工作组，定期直接沟通。双方强调不寻求经济脱钩，欢迎发展健康的经济关系，增进两国人民福祉。同时，双方还同意共同应对经济增长、金融稳定、气候变化等挑战，并加强国际金融架构。和副总理还与中资、美资企业代表座谈。 这次访美有助于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。此次中美副总理会谈有重要意义，双方就经贸关系、全球经济、共同挑战进行了深入交流，表达了双方关切，并达成多项共识。此次会谈有助于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，并在应对全球挑战上加强合作。订阅新闻极速递。 最先知晓天下事。